嗨，我是彭于晏，今天有件大事要宣布，我要告诉大家，就是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是想物说的代言人。什么是想物说呢？生活中总是有很多闲置的东西，丢太浪费，卖太费钱，所以不如送给需要的人。在想物说的世界里，用小红花积分不用钱，闲置物品轻松送，还能免费拿自己喜欢的宝贝。各位，只送不卖，有趣不花钱，大家快来和我一起体验不一样的想物生活。